柠檬好酸哦，糖点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柠檬是丢席啊。哦，丢席无声。哎，看你这么厉害，你是不是从少林寺来的？是的。你该不会是少林寺的和尚吧？不是。厨师？不是。住持？不是。那你是谁啊？武僧。又是武僧。我昨天丢球丢到一个卡通人物，哎，你丢到谁？小叮当哦？不是，忍者龟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辛普森啊？哦，丢辛普森。